名侦探柯南中毛利小五郎看似最穷，但他家的每一层都内藏乾坤。名侦探柯南中大家最喜欢的人物是谁呢？女主角的父亲毛利小五郎被评价为不入流的侦探，而且看似最穷理由租车、赌马、喝廉价咖啡，把普通啤酒认成高档酒，但他家的每一层实际上都内藏乾坤。那么在我们探险完黑羽怪斗和工藤新一的别墅后，再一起来探险毛利的宅邸吧。有贴心的网友将毛利宅绘成了平面图，这样可以对他家的设计一目了然。一楼是波洛咖啡厅，毛利小五郎将其出租给咖啡厅地老板，而老板雇佣了侦探能力一流的安室透当店员。不过这只是他的兼职哦，要是正业来了，安室透随时早退并不拿工钱。这是一楼波洛咖啡厅的门面和上楼的楼梯，这种设计是不是非常棒啊？家和店合体，不仅可以收租吃早餐，还很方便。这是毛利小五郎小洋房的一楼内部画面，安室透地老板从来不露面，只有全职店员甲本子和打工仔安室透两个人在里头张罗。咖啡厅面积不大，放了两条流水线，左侧是像吧台一样的条形台面，用于点餐、做餐和用餐，右侧是沙发座位，放了三张桌子。二楼是毛利侦探事务所，毛利侦探事务所七个大字分别刻在一片玻璃窗户上，外界可以很轻易知道二楼是侦探事务所，而没有门禁的楼梯也方便顾客上门。事务所主要有待客处、办公处，其他角落有放一些杂物，左边还有一间卫生间。三楼则是毛利一家三口的吃饭、睡觉的场所，一进门就是吃饭的地方。非英里不在，柯南和父女两处都很愉快啊。毛利小五郎有了柯南陪睡，恐怕都不惦记媳妇了。接着是十年前的毛利小五郎的房间，房间里有书柜和电视，沙发和桌子都是简约风。毛利小五郎也说了，刚结婚那些年家里穷，他就到人家家里当家庭教师赚外快，是个很负责又很勤劳的一家之主呢。但是自从飞鹰里走后，他就变吊郎当了，喜欢喝酒赌马，喜欢耍赖脱皮，心疼他为何拉不下面子挽留飞鹰里呢？飞鹰里要的只是他的态度罢了，要他坦诚而已。可是就因为他的不坦诚，让小兰小小年纪就出去买菜回家做饭，照顾了他十年的饮食。十年后毛利小五郎的房间是这个样子的，储物柜又多了一排，但是有些箱子乱堆，看来没了飞鹰里小五郎的生活就比较随便了。心疼柯南居然睡在这个乱堆杂物的角落，一个闹钟、一盏台灯、一条被子、一个枕头就是他的窝了。你猜柯南想不想回到自己的家做阔少？小五郎家的卫生间，光看着洗衣机加梳洗台霸占的位置，和小兰柯南占的空间对比，就觉得他家卫生间好大啊。最后就是我们的天使小兰的闺房啊，粉色的床单、床头柜即是书柜，床的对面是写作业的书桌和又一书柜，可见小兰也很爱读书。书桌上放着他和工藤新一的合影，真让人怀念他和新一在一起的时光。不知道青山什么时候才会让两人终成眷属呢？